等于就是让他们还有一千块，下雨生米露雨，没有气势，什么都知道，还用钱用青春超好吃，还有一千块，你要喜欢，直接再送一只，一千块，再多带一只，全部给你，一千块，全部给你，一千块，哪个呢？好像今天不一样嘞。哇，他那个都干了。就干了，要干钱。干了。干几位？来了，一千块了，我把全部都给你了，一千块。再送你两包熬成水冰块，一岁到水都可以吃。好，再跑，来一岁到一百岁都可以吃。来，他叫做多利鱼哦，他叫多利鱼哦。来，一样，我有奖征台下答对了，送一片请他吃，请问？为什么多利鱼？一岁到一百岁都可以吃，没有一次啊！答对，哦，这个很厉害，一直答对，完全没刺没骨头。哪有店清蒸羹店煮的海鲜配海鲜粥，拿来煮火锅，看到没？人家全年你好家乐福都有在卖，就给你才开几百块，开什么价？全讲多利鱼，卖光只能开几百，两边开两半，三边开三半，看下 menu， 剩下最后一箱，来上面，直接再送一遍，再请一遍，三百块，再优待一遍。300块，要喜欢，要休息的，我再加一遍你，300块价，还有了，30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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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，这一组好鳕鱼啊，你看咱要没有了，剩下最后一箱鳕鱼，跟谁买都一样。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产地来自冰岛葛林兰的鸽血，只要买到冰岛葛林兰鸽血，保证80%都是好吃的。要买到难吃，不要困扰，这一组超过80%好吃的鸽血，产地来自冰岛葛林兰，再加上整块全部都是肉，完全没有发动光，只有中间的骨头，没有暗刺，没有细刺，记住啊，看到没？外面里面都卖300块，清蒸不会水水的，干煎不会油油的，解冻都不会臭臭的。卖公子你开3万，分点开2万，3点开高吧，4点开清理扣，按价算一瓶1000块，一样再送一遍，再煮一遍，多拿一遍，白换一遍，1000块，万圣节快乐，再加一遍，1000块，这边再给你1000块是吧？还有了，谁来1000块了？哎，建哥，我知道了，你家冰箱比较小，你家人口比较少。你家问题比较多，你家冰箱放不下，小家里半瓶都没有了，买一半就好，500块，抢完这个妹，我爸喝，快点，我爸喝了，抢完这个妹了，好，谢谢，快点，谢谢，我买，我爸喝了，你们要有一个观念，它虽然小，但是依然是白鲳，依然是白鲳。哪条清楚？一个人可以买2只，2个人买4只，3个人买6只，人越多越多只。爱讲北京话的哥，卖多人会爱讲七八块，买高档牌面的环境，你看得到看我的欣赏，傻子，知道没？爱讲北京，人会来，扣了。爱讲北京，扣的好。人越多买越多只，人越多买越多只。100块谁拿的？找多少钱？来，再帮我换一个100块。帅哥找多少？找80。找80块。
算一下，好，还另外一个一百，谁拿的？来找多少钱？来找十，找十块，一百找十块。五十呢？我拿五十。好，我来问一百的，一百找多少？差一，你要五个人在这边吗？在哪里？那只有两个人，你跑啊！我让你买三份的哈，不要说了，你买两份。来，另外一个五十谁拿的？来找多少钱？三十块。找十块。你有四个人吗？两条十块，不是一条十块哦。好，那四十块，找四十吧啊，找十块，干脆不要找算了。来，你找多少？来，还来找找存家粮。来十七、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，来十五个客人，十六、十七。然后这个是刚刚的，刚刚人家花钱买的小鱼干，没有买我的小鱼干，你要伸手乱拿，要不然吃一只会绕晒一次。有，好几包。好两包，先不要讲了。然后这一组啊，科花花枝、科花枝肉、科花鱿鱼，人家每次大卖场都有在卖，一包要卖你三百二十五块。这一组啊，买回去，哇，那边炒青椒、辣椒，还上你还上碗，拿来诸位哥，拿来怎么弄怎么好吃，有喜欢吃，不要说人家每次大卖场有在卖，一包要卖你三百二十五块，一定要给我加，买一包三百块，两包六百块，不用六百块。五百块酱，直接再送一包，三大包，五百块酱，八只肉，还有五百块，完了啦，小嘉玲啊，两包三百块酱好了，要吃三百块，要说啊，卖你三包五百块，还不，还是没有人要，一包两包，一包，买两包三百块，来，买两包三百块，都要去。太小，对，太小，买两包三百块的消失的，没得吃，没得买，那样子，我被两包过去。来，剩下最后一包，下最后一包，一百五就，两包过去，妹妹两包过去，我看到妹妹。然后，来了，猪夹鱼有没有人要吃？猪夹鱼有没有人要吃？这一杯猪夹鱼，这样子好了，不啰嗦。三个客人全部分到碗，三个客人全部分到碗，看到没？一斤280块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要花200块，一二三四五六要花200块，阿内一二三四五六要花你200块，其他两个加，三个客人全部分到碗，一个人不用花你500块，花你400块，有喜欢？好要嘞，我都有吃，来一个人200块就好，这40再给你。这四只再请你吃200块，这四只再给你，右边两份，好喜欢，来来来，200块，最后一个，两百块，吴佳宇，还有谁要最后一份？200块来一次，来，还有谁呀、啊？有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还没拿，一块。辛苦一点，来这一组鲑鱼。对，姐姐辛苦你了。来，这一组鲑鱼头都大颗的，全部都有肉。你要知道。我们家已经请厂商处理好了，从中间帮你切一刀。今天如果没有切这一刀，你用三只菜刀切不开这一刀。买回去拿来用煎、用烤煮味增豆腐汤。买回去啊、哦，如果遇到事情不顺遂，求神问卜来保龟。啊、哦，阿拉保龙醒龟，阿拉没，人家生鱼片摊有在卖，没有肉的一颗都卖你350块。今天鲑鱼头剩下最后一箱，没有鲑鱼头的一颗350。来。够大颗的，两颗700块，超级大颗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你要说两颗700块，花你600块都不用。有喜欢两颗鲑鱼头，500块，奶妹妹直接再送一颗，哪里？500块就好，3大颗，500块来放过去。500块，两个500块，3个啦，你要2个也可以啦，500块，还要呢？500块就好了。
次，三百块来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一样来五百块，过来没吧？回头吧。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来，两次，五百块来，两次吧。五百块来，没两次，没两次，没两次，来。来换菜，继续卖，换到你要买，这一组。人高渣人，我来讲，今仔有吃嘛人，后世人你就袂可怜了哈。所以有事要吃红木莲，没有事也要吃红木莲。他已经杀好了，回去不用再杀。去塞去，你又去度，阿拉妹，后边今仔开五百几块，安尼一买、两买、三买，如果清单爱开你五百几块，唔免开五百，开四百拢免，这样子就开一个吼。然后喜欢三百块，再送一只，再请一只，又带一只来，三百块回馈一只，三百块再加一只给你，三百块就好了。爱贵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送一只给你，三百块就好了。他又来了，就是三百块来搬过去，红木莲。三百红木莲，还有谁要？不要再想了，再想天都黑了。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要三百块。要边包鬼，来去我旁边啊！哎，还有谁要吃的？三百块来一次，吃两次吧。没得吃，没得买，没得要不你，你要去换菜继续卖，换到你要了。